入住酒店了。哇，这个我们一边泡澡一边看海景，先感受一下。哎呀，美死了！这个海真好。先睡个午觉。终于来到海边了，我把鞋子都脱了。但是我这个裤子太宽了。吃大龙虾，给我拿个黄瓜行吗？3-4斤重。嗯，你这个都能吃？来，姐，咱俩干一个。团长，团长，嗯，来来来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。来，我给你来一个。谢谢，不客气。团长，团长，团长，干了。喝完酒，又去酒店顶楼体验露天蹦迪。我住35楼，露天蹦迪在38楼，真是方便呀。哎，不得不说啊，咱们都不适合这夜生活，太累了。果然是上了年纪了，不行了。然后像去酒吧那种蹦迪的话，也不贵。但是咱这不得不说啊，这边的越南鼓 DJ 是真的好听啊，天天刷着抖音在刷，在听那些音乐，还是没有现场来的震撼。如果是出去旅游啊，或者是出国啊，我建议大家啊，洗护都自己带啊。酒店的你不一定能用得惯。我昨天呢就用了酒店的洗护啊，我这头发干的呀，真的是还没有我自己带的那些产品好用。但是我那些产品是没有旅行装的，太大瓶了，我实在不想带。所以呢，临时又去超市买了一瓶潘婷的护发素，才感觉拯救了我的头发一会儿，但是还是很干。包括像它这个牙膏我都不会用的，我自己带了这个牙膏。这个牙膏是我之前给你们推荐过的一支专护吃，就是所有因为牙齿引起的问题呢，全部都是可以解决的啊。
一支用完无效退款，我用它以后我的牙齿真的变白了，我的牙齿本来是有一点偏黄啊，我放大给大家看一下。而且平时呢我是会牙龈出血，特别是一上火就马上出血，我也不喜欢用那种牙膏，用了一会儿就跟刷了个积木。这个用完呢，它这个嘴巴清新可以很久很久，到第二天呢你的嘴巴呢都不会黏黏的很难受。这个链接呢我就放到我的橱窗了，只要19.9元，它是大瓶的180克，正常的牙膏呢是120克，这个是大支装的啊。然后再送你一支牙刷，那个牙刷我没拿过来，那个牙刷是白博士的，特别好用，上面是有10000根软毛毛的，酒店的这种牙刷刷了我的牙还是会很痛。以前呢牙齿是没有这么敏感，但是自从生了孩子以后啊，冰激凌呢我是吃不了什么小布丁啊还有老冰棍啊，吃了牙齿完全都受不了，瞬间都软下来了。刷个牙吧，看这个牙出泡沫是很多的，你看轻轻一刷。大家刷牙一定要正确的刷牙，不是这样横着刷，刷牙呢一定要竖着刷，这样子。哇，口气清新。包括平时我给你们推荐东西我自己都是全部用空的。这个呢关于这一系列的问题呀，有口臭有臼齿，包括还有呢嘴巴有异味的，全部都可以用它来解决。用完它我保证你嘴巴再也没有什么异味，而且它是含有益生菌的口臭牙膏啊。这么好用的牙膏才19.9元，你们可以放心去拍了。今天喝的酒也不多，一共我也就喝了2瓶啤酒，这边的啤酒呢还是挺不错的。护个肤都要睡觉了，像我们自媒体人也不容易啊，你说让我在外面喝醉也不可能，一想晚上还要剪视频，唉，头都是疼的。护肤就剩最后一步了，回去睡觉了。以油养肤，这就是我最近的护肤，肌肤第二天呢才能亮亮的。这个橱窗里面也有，我也用了好多了，这一次呢还专门带到越南过来。虽然天气热，但是用完它以后脸一点都不油，反而呢第二天皮肤特别特别的水嫩啊。我这个精油啊，纯精油的斯蒂兰呢也在橱窗啊，我身边的几个姐妹呢都跟着我种草了，看它一会儿就会吸收了。好了，我要去睡觉了，这期分享到这了，拜拜。